歡迎來臨今年的演藝學院開放日，我們很高興再度在灣仔本部和百大尼古蹟校園為大家送上開放日。一年一度的開放日是學院其中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活動，過去學院和成千上萬的市民大眾一起分享表演藝術的樂趣和魅力。今日大家可以在校園這裡參與一連串精彩的活動，包括青少年音樂課程、交響樂團演出、中樂和西樂音樂會、音樂劇、戲劇、中國戲曲選段演出、舞蹈公開課和畢業電影作品放映，還有後台展覽和科藝展演等等，全部都是由學院師生用心準備，相信你們都會欣賞他們傑出的作品和才華。我亦希望藉這個機會感謝你們一直的支持。演藝學院非常榮幸在 QS 世界大學排名表演藝術類別蟬聯亞洲第一、全球第十三。我們會繼續在教育創新方面精益求精，用心培育年輕藝術家，推動香港、大灣區以至其他地區的文化藝術發展。我謹代表香港演藝學院感謝大家今日的參與和支持，希望你和家人朋友在演藝學院度過一個快樂的一天。